高兴。你是多少勾点是多少那个买的？大家好，我是一哥。马上就要过年了啊，在我们这里年尾最火热最火热的那就是杀猪了。今天被朋友邀请到他们家来吃这个杀猪饭，现在后面正在杀猪，我们去进去看一下。大哥，大爷多少钱的啊？老子有工作啊，还有十多你不搞，但要搞的话也就搞不出去，提就不准了。我好，但那个又提得上的。哎，王华没。发不发不动你们的呢？来了嘛，发不动。也就这儿吧，有土桌这个事啊。嗯。还有些的。他搞回来几天？没。这头肉是一个没了，一个没了。忘了吧，忘了。要，都住这里。下午一起过来。下午一起过来。自家吃的。肉卖多少？都在买肉的，都在买肉的。他现在吃了才能。那把桶子切了去，是一筐。是啊，咱们这有，哦，这三包什么是要不要干？这还得有点水呀。一个人差不多七个斤啊。对。椰子多少斤不少啊？椰子椰子